Harry 揭晓前三名歌曲。说这么好玩。耳机是人类的避难所，音乐是心脏的救生丸。麦二十大咖音乐吧，听完心情就是爽。星期六早上10点，星期日傍晚6点，我小眼睛饼云，我大头阿 K 数榜数到你爽。全新一季少带爸妈去旅行将在来临的双星节强势开播。这一次阿贤将首次和好友主播萧慧敏及严江汉携手带着父母一起遨游天地，生命来来往往，来日未必方长。这个双星节让我们和父母一起共享美好时光，为人生添上感人回忆，不留遗憾。5月12号起，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半，在 Astro AEC 和 Astro Go 播出。漫威媒体伙伴第二季少带爸妈去旅行由少荣誉呈现。少双星节促销各种产品高达40%折扣，还有多样礼品供选择，需符合条规。人家说女性从30岁就开始步入老化阶段，脸部开始下垂长皱纹，大家都开始学习抗老了，你 on 了吗？来自英国的抗老除皱专家 Victoria Facelift 是您的抗老首选。先进的 Powerlift 技术不需要打针和动刀就能激活肌肤的胶原蛋白，达到抗老去皱的效果。 Victoria Facelift 的抗老方法你听了吗？现在就找 Victoria Facelift 助你抗老，越早抗老越不会老。 My On The Way 是由 Victoria Facelift 为你呈现，每个周一至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记得收听由我赵杰英主持的 My On The Way。 Victoria Facelift 舒适体验超值享受，万物错过以半价出售的 Lazy Boy 躺椅，此外每消费满2000令吉就能享有200令吉及时回扣，并且免费送货，此优惠现已在所有 Harvey Norman 分店及线上展开，需符合条规。新的一天总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希望和新的可能性，这个哈之节让我们一起迎接新的开始，拥抱新生活。在 FWD Takafu 我们坚信并尊重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传统以及价值观，愿这个节日能将感恩的心情与欢乐带给大家。 FWD Takafu 祝大家哈之节快乐，旅途愉快。 FWD家人们，饭开来说，是时候开始计划下一场旅行了。还没 plan 好没问题，那就到今年饭人气王的澳大利亚旅游吧，让我们为你饭推好物，给你家人一个难忘的假期，行程绝对如好戏饭不停。先带小朋友到维多利亚的丹顿农乘坐百年历史的普芬蒸汽火车，然后和伴侣去南澳大利亚州的袋鼠岛看看古老岩石，再带父母一起品尝刚打捞上岸的鲍鱼、海胆和生蚝，马上游览 Australia.com 了解各种好康和优惠，放松身心，自在有心，来澳大利亚道一声 good day。 My 饭咖来玩是由澳大利亚旅游局为你呈现，周一至周五下午1点到下午4点，由我大头阿 K 陪你度过最饭的下午。一个人旅行不显咩？孤僻精一定是没有朋友的啦，所以独自出 trip 咯。其实一个人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一个人旅行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考验。踏出自己的舒适圈，进入一个全新的地盘，那是多么勇敢的一件事情。不被谁约束，更认识自己，变得更独立。每个人都有权利利用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麦和我阿威提醒大家，要学会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一个人的旅行也可以一样丰富精彩哦。世外桃源啊，老板咩事啊？吓、啊，我哋嘅网站同 app 都瘫痪咗。哦，我哋嘅 server 仲俾人 hack，data 都唔见晒。放心啦，老板，我哋有 IP Server One 嘅 Nova Cloud Hosting 服务，佢哋可以通过 snapshot backup 功能恢复我哋每日、每周、每月嘅 data， 仲有24小时全天候专业客户服务，随时在线。立即浏览 ipserverone.com。你是否想解锁你的创造力？是否想掌握最新的技术？即刻报名于6月24日至30日举办的2024年 National Training Week， 必能找到合适的课程。我们将为您提供丰富多样的高质量培训课程，全都免费开放报名。详情请浏览 www.nationaltrainingweek.gov.my。此活动由人力资源发展机构鼎力推动。小时候，父母是我们最强的后盾，如今换我们成为他们最强的后盾，以报答养育之恩。
趁着这个温馨及感恩的双亲节，一起享用天堂鸟 Royal Basmati 健康好米，就是给予他们最好的礼物。天堂鸟 Royal Basmati 得奖的健康好米，营养丰富，口感绝佳，大人小孩都爱它，是您一家人共享健康生活的最佳凉拌。天堂鸟，您的生活凉拌。天堂鸟。下个月我女朋友生日，我要把我们的故事写成一首歌。你有生日当天？咦，开不开心姐？这惊喜呢，我筹备了很久。哇啦，这叫惊喜啊。我朋友她男友送给她的是50000块的名牌包包，这些算什么惊喜哦？送昂贵的礼物就是真爱吗？厘清情义重，最重要的是爱你的另一半愿意为你付出时间与爱。我是麦今晚做什么的 Daniel 黄振宇，提醒你珍惜日常的浪漫，爱情才不短暂。佢咁过分，我今次唔会咁容易就算数咯。如果真系在意人或者关系，其实冇必要针锋相对、恶言相向，咁样只会将人越推越远。学识认错，讲对唔住，唔代表你输咗，而系你明白比起对错，嗰段关系更加重要。而学识宽恕他人，亦都代表住你愿意放过别人，放过自己。Mike 同你一齐 #MZB365，让我哋一齐以仁爱对抗仇恨。古劲喵96.9，慢慢好玩，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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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大开月榜，小眼睛冰云和大头阿姨为你梳棒，星期六早上10点，星期二傍晚6点重播，只要不放弃，肯定会抵达终点的。第三。本周热报进捷，周深反身代词。